你是想哪哈？你想哪看伊拢这么解放啊？哈！无紧啦，话听袂晓讲啦。你一定是到今嘛无都袂记得，已经死的事先做掉啊！你将所有的过错拢送来我这的，甚至你连家风你拢来牵拖落去，啊？人甲我送落去，人甲我害死的！白起路你接了了，你可嫌无甘？掉！我疼。我就是贪我的家庭圆满，我贪一家和乐过圆圆圆，我就是上贪的人，我就是你老家的罪孽，安尼你怀疑吗？我的命明明不是什么短命的人呢，伊明明是富贵相呢，都是我这个做爸爸无好好保护伊。对，因富贵，我真安尼知吗？你怀疑？家峰，你爸爸妈妈做烦恼的，你去给开水姐，我会放心点。爸，是的啦，啊，让你操烦啦。是安怎？师傅明明已经甲你通知啊，讲你的车出问题，温度悬到得要爆炸，你还是坚持无要放弃人生？是啥物代志才得着？主要你用你的性命去拼，那是你甲天公伯啊对账。你要跋看今仔日天公伯啊是不是常常甲你手机？哈！你爸讲的是真实的啊？啊？你为着要得到冠军，你怎么天天去甲伊拼？你是在想啥啦？哦，你还是这么好，你知吗？父母的温情你是白的，你安尼无够效果，你是在创啥啦？是妈，妈，你想我家风跟爸好，我开始接哈。爸，我做代志无像你冲动，以前我真清楚。光耀汽车这 new engine 伊的功能伫倒位，伊绝对有材料会当走完规场的比赛。甲性命有关系的代志，你无百分之百的把握，你敢搏？千算万算，未堪要踢一回啦！爸，咱若赢，就是 win-win situation。咱永兴集团就当顺利收购光耀汽车啊！在汽车产业内面，买当这样一个地位啊！爸，你敢知影？我为着要送你这三十年的大礼，我伫董事会顶面交出一张足强硬的成绩单，我感觉这真合理啊！你着感觉真骄傲，我同你讲，骄傲啊，对唔？来，你甲听看嘛。我这个后生哦，外高外友好嘞，啊！伊用多强在处理代志，伊用伊的性命在换我事业的成就，哈哈！我这款后生哦，应该感觉真骄傲对不？啊！董事长，顾总嘛是有心为了集团的发展在设想，未来市场是电动车。即卖偌济公司，讲对你做有兴趣的，咱就应该赶紧动起来。永兴集团来咱钓车尾，咱拢已经接无位啊啦！我等下你怎么开始哦？吼！搁在销售一间哦，体质这么歹，规公司拢歹动股声的公司，要来替你扛轿啊！你无博博士，我真知你啦！光耀汽车是一间做有前途的公司呢，即卖人做有事要来跟咱讲啦。薪资降低，啊！你嘛先考虑看卖一下哦。哎，爸！因的降低，那是因为因的生产线，还有因的人数出真大的问题。咱若真正投资落去，到时阵，唔知得付出偌大的代价，甚至连咱用心，就会拖倒去，你知无？
是你烧我的大嘞！我嘛是希望永兴集团也在利用这个机会转型，把盛光救伊好不好？我自己请求了解，唔免白了解。在哪里？你比赛时，你就是天公伯也在跟你讲，光耀汽车新车要上市，注定爱失败。爸，别再讲。一间体制遐尼歹的公司，你坚持要甲收购，你到底在想啥？你想啥物企图？你敢真正为用心好？那是你的条件，要紧打造一个属于你罗家峰属你的财库。清楚车祸，伊伫鬼门关进前惊一下，伊这命定伊是捡回来呢。你是做人老爸的人，你无对伊较好就转转线，你搁定定搁对伊安尼啊哭，你真我到底是怎做的啦？我即马是咧教囝啊！我是咧救我的囝，多谢老爸成就你安尼啊！有胆敢咧教囝，家风根本也无够听话哈！逐天都在咧行行行行，在你的身躯边咧甲你学习，安那做你都无满意。即摆是为着要得到你的信任呢，伊安尼拼死拼活，安尼想要拼互你看，你讲这种话你甲伤害。伊之前都犯过错误，啊，即摆再来一届，我当然爱甲教死啊，这是做爸爸的责任吗？你免讲我遮好听，你甲吐伊狂话，我做人老母的，我的心会输甲咱占咧位咧。你是想哪哈？你想哪看伊都这么爱放啊？哈！我紧啦，话听不要讲啦。你一定是到今晚我都袂记得，已经死的死心注定啊！什么死心注？你是我的好心，是我的亲骨肉。当初时，若不是你的巴肠遐尼贵，这么仇家，佫无变本人纳凉。我是安怎会失去伊母仔囝？是安怎会几落十年拢无伊母仔囝消息？你已经死啊！你给我点你！你有啥物证据证明伊死啊？人生爱记念，人死爱记死。我无看到尸体，我就无信任，讲我的面骨已经无去啊！我的面骨一定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要好好活呢。你终身承认了，自从那个意外发生了，你的心甘愿当个这个家，你将所有的怪罪拢送来我家的，甚至你连家风你拢拖下去，啊！人甲我送下去，人甲我害死的。你即摆为着一个无毛乖乖囡仔，你认定我甲家风三十几年，你对我够公平？我认定你，我认定你啥物？即摆上可怜的，是面骨无囝。你哦，真正是心病生贪婪。我对这贪我的家庭冤枉，我贪一家好老乖冤冤冤，我就是上贪的人，我就是你罗家的罪名，安尼你怀疑吗？当时的哦，有话好话讲嘛，大家拢一家伙啊。你阿在声声咕咕，拢讲是为了罗家，结果呢？别甲老家家属呐，今嘛唔知道人在倒位，我的命明明不是什么地命的人呢，伊明明是富贵相呢，都是我这个做爸爸，无好好保护伊。对，
因富贵，我贱，安尼会使吗？你发现没？爸，你真正是愈讲愈超过呢。世界上有倒一个查某人在顶受家己翁婿，在我外口饲查某，搁生囡仔的？你家己头前唔起嘴，你搁还是怪骂？怎么连你也要来孤立我是无？我只是想要一讲。